惊天动地的大美人。世界上惊天动地的大美人是谁？西施、貂蝉 ？No No， 告诉你吧，这个大美人就是我。我一生下来就美得炫目，当我被抱进产房和其他婴儿放在一起时，他们都忘记了啼哭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，嘴中叽叽咕咕说着什么，也许是在纳闷我为什么要比他们美那么多。爸爸妈妈也惊讶地看着我，强烈要求医生做一次亲子鉴定，因为他们不相信相貌平平的他们会有这样的女儿。医生刚准备给我做鉴定，他看了我一眼，便泪流满面地对我的爸爸妈妈说，这不是你们的孩子，这不是人类的孩子，人类生不出这么美的孩子呀。我实在太美了呀。妈妈，嗯，有我好看吗？肯定比较好看啊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